怎么了？哎，有人敲门呢。你好，是谁呀？开门吗？欢迎收看阿王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款游戏，叫做《房间十三号》啊，是个在 Motel 里面的房间十三号啊，是个恐怖游戏。那么我们来开始游戏吧。哦，好的。我们到了目的地呀，我们来下车，来去过夜吧，汽车旅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在汽车旅馆了，然后我们是在哪个地区啊？哦，森林里面的汽车旅馆吗？哦吼，来这里干什么东西啊？现在我们要 check in 啊，check in 的某跳房间。好的，来找管理员。Hello，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怎么有个锁匙啊？十三号房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Hello，人在哪？哈哈，人呢？管理员呢？在哪里啊？我来找他。用钱的吗？这个汽车旅馆？休息室？不能开。那么我就不客气咯。反正是免费的，嘿嘿，OK，我们来看一看吧。二号房，开门，不行。三号房，不行。开一个小窗口里面应该有人吧？你看，还开着风扇。Hello，有人在吗？可以进去吗？可以，好像，不行了，干。好的。有车嘞，有车的话证明了有人啊，这里四号房，Hello，会不会等下有个跳点跑出来呀、啊？我们要慢慢，我们要小心。等一下，修蛋姐嘞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发生了命案呢？等一下，太快了吧剧情，等一下，Oh my god！这里发生什么事啊？还有凶器耶，还留在现场哎！What？我要报警了！我先出去吧，快报警，快报警！等一下，这样情况应该去找管理员吧？管理员，人在哪？Hello？不是吧？假装没这回事，不是吧？这里发生命案呢，没东西看吗？太奇怪了吧，太快了吧，没了，后面吗？后面东西吗？箱子，这个是你箱子里面不是尸体吧？应该不会吧？OK，我发现一个东西。这辆车是开着灯的，Hello，这辆车是开着灯呢，我觉得这个是凶手的车啊，不好不好，上面开着风扇呢，开着灯，是证明了里面有人啊，为什么人都不见啊？它里面都开着电。十三号，这里是我的房子我先去看一下十二号吧，我再回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呀、啊。十二号，OK，刚刚我看了其他的房子是没有东西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来十三号房吧。为什么我的十三号是跌下来的啊？开门，关门先，嘿嘿嘿，应该没人吧？电视机怎么开着啊？Hello，有人在吗？这个好脏哦，这个旅馆，看，好脏，好脏，好脏。他叫我去睡觉啊，睡觉。好的。太奇怪了吧，这个剧情，明明下面我楼下发生命案他叫我直接去睡觉，当这没有一回事吗？哈哈哈哈，好白痴哦，假装没事，
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嗯，怎么了？哎，有人敲门呢。啊哈喽，你好，是谁啊？开门吗？啊，干，干什么东西？啊啊啊啊！叫逃，逃去哪？哦，喂，凶手来了，这里吗？哦 ，OK OK， 蹲下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被跑进来吧？啊 ，Hello， 看一下吧。哎，开门的，哎，你看他吗？哎，真的有人呢，你们看 ，Oh my god， 呵呵，去隔壁吧，去隔壁，隔壁，这里要怎样啊？这里，往这里逃吗？哎，这里不能走。哇，等等，这个房子，他隔壁房里死过人呢，看好多血迹哦。OK OK， 没事。假装没有这回事。OK， 哇 ，What the heck？What the heck？ 哇，这他杀了不少人吧？这多少号房啊？哦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哦，那个车不见了，你看到吗？那个刚才那个不车，哇，突然间他不是在敲这门吗？怎么突然间跑出来了？我在哪里啊？这里怎么那么多拖这些肉啊？是猪肉吗？干啊，好恶心哦！蹲下来，我被带到了他的家吧？哇，好屁耶！屁耶！哇，好多哦！这也是屠宰场吧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这里好黑哦！看一下，这里是这个什么肉啊？是猪肉吧？还是牛猪肉吧 ？What？ 哈哈，OK， 我要找办法逃离这里啊！干，好恶心哦！跑，他被跑出来吧 ？Hello， 有人在吗？我要去哪啊？啊，好多路哦，看这里吧。我逃到哪里啊？现在？我听到有脚步声哎！哦，他叫我逃走，逃离这个地方。好的，蹲下来。我去哪里啊？对吗？开门。他守住了。等一下，我很近哦，听到声音。他在附近了吗？回去，快点，跑快点，白痴哦，干什么东西？不会追我嘞！如果我进去了这个小通道，他不会追我了。你看，来追我啊！我这里还有一个通道，藏起来，快藏啊！刚刚有一个，等哦，他好快哦，跑路。这辆车有东西可以拿吗？要开这个门吧，应该是要开这个门吧。OK， 想办法逃离这个地方。藏起来，看到我吗？这样子。看到我了！跑！跑过他吗？好像很快的跑路。他走了。你看到我哎？我要去哪？我去哪里？好像有东西哎！哦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哦 ，OK， 我拿一个开，我去哪里啊？脚步声好大哦，先藏起来吧。干，这也可以通到哪里去啊？
啊，死路，干，白痴哦！我拿到一个开那个门口的一个道具啊。好，他走了。OK， 我们再寻找吧。寻找其他东西啊。哦，这里好多路。这有东西吗？先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有东西。有一个 fields 啊，保险丝。OK， 拿保险丝，应该是要开店之类的东西吧？哎，蛋他来了，啊，捡起来，哎，白痴哦，看这个好样子，白痴哦，哎，来抓我啊，哎，我在这里啊，哎，来抓我啊，哎，看不见我哈，哈哈，白痴哦，哎，白痴啊，你好炫啊！先不理了，跑！哎，在，这东西吗？这里锁匙哦，车锁匙，要藏起来在哪？哎呀，车锁匙，这样子说，我有车锁匙，我要开车，然后我要开那个箱子，然后开店，然后还要开什么啊？进去找吧。哎，来了。OK， 快，太简单了吧？好，这些东西吗？这什么东西？来了，另一个，看，我们先开吧，然后插保险丝，开门，来了，藏起来，哎，在这里来抓我啊，来抓我啊，嘿嘿，太简单了吧！跑，我出去，不行吗？不能用走，用脚走吗？上车，快点的白痴！走，开车，来吧！哇，耶！然后突然间在我后面跑出来，有吗？没有。啊！就这样子啊！太简单了吧！哈哈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呢，他做的那个画质，他觉得调整到很完美啊，我觉得很不错，连你低配置的电脑都可以玩，而且还可以开得很高啊。然后呢，他这个游戏不好的地方呢，他的游戏太突然了，突然间有个房间里面。有杀人命案，然后你假装没有一回事，就回到我房子睡觉，然后就遇到杀人狂了，啊？怎么剧情啊？剧情零分，不过他的画质啊高分。OK 吧，游戏就到这里结束吧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个 like 点出去。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话，在留言区告诉我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哎呀呀呀